我们都曾以为自己有无限的本钱可以挥霍，于是美食、甜点都被我们包装成心灵的慰藉，一口又一口的吃进肚子里，这些都将转换成挥之不去的。今天呢是2月11号，那这个计划呢我会执行90天，那有几个重点。今天呢是2月11号，你没听错，这个计划我从今年2月就开始执行了，但是因为行政业务、备课、进修、今天好累等等的借口，大概只执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这个计划就胎死腹中。所以这是我第二次挑战了。今年夏天我决定花费90天的时间好好改造自己。